小莱博士堂验证标志一秒懂 CB 体系篇。您是否还在为电子电器产品的多国认证准入感到困扰？ TUV 莱茵提供的 CB 体系验证只需要一次单独的检测审查与验证，就可以证明您的电器产品在全球重要市场中的安全性。 CB 体系验证是什么？CB 体系是国际电工委员会建立的一套全球性互认制度， IEC 各成员国验证机构以 IEC 标准为基础，对电工产品安全性能进行测试，其 CB 测试报告和证书得到各成员国相互认可，能减少不同国家认证或核准准则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壁垒。哪些商品适用 CB 体系？主要为电子电器的相关产品。 CB 体系的验证怎么获得？寻找可执行 CB 验证测试的机构，像 TUV 莱茵在全球共有四家国家验证机构 ，NCB 在大中华区有多家执行 CB 认证测试的 CB 测试试验室 ，CBTL 可通过各种管道缩短发证时间。德国莱茵 TUV 可以帮助您什么 ？TUV 莱茵拥有快速的审核和丰富的 CB 流程验证测试经验，可大幅缩短发证时间，为厂商提供更快捷方便的一站式服务，进入全球重要市场。莱茵 TUV， 世界信赖的 TÜV Rheinland。